哪套公寓有一房一厅？哪套公寓都有一房一厅？然后，哪套公寓都没有一房一厅？哪套公寓很干净？哪套公寓都很干净？哪套公寓都很不干净？哪套沙发很方便？哪套沙发，都很方便。然后哪套沙发都很不方便？四，哪张饭桌非常大？哪张饭桌都非常大？哪张饭桌都，都没有非常大。五，哪把椅子没有人坐？哪把椅子都没有人坐？哪把椅子都有人坐？六，哪张书桌很贵？哪张书桌都很贵？哪张书桌都没有很贵？七，哪个图书馆很安静？哪个图书馆都很安静？哪个图书馆都没有很安静？八，哪套公寓的租金很便宜？哪套公寓的租金都很便宜？哪套公寓的租金都很不便宜？然后九，租哪套公寓不用付水电费？租哪套公寓都要付水电费？租哪套公寓都不用付水电费？然后十，租哪套公寓不用付押金？租哪套公寓都不用付押金？租哪套公寓都要付押金？然后十一，养哪种宠物很便宜？养哪种宠物都很便宜，养哪种宠物都很不便宜。十二，你对养哪种宠物有兴趣？我对养哪种宠物都很有兴趣。我对养哪种宠物都没有兴趣。十三，哪个公园离这里很近？哪个公园离这里都很近？哪个公园离这里都没有很近？十四，你想买哪把椅子？哪把椅子我都想买，哪把椅子我都不想买。十五，你想买哪张书桌？哪张书桌我都想买，哪张书桌我都不想买。然后十六，你想买哪个颜色的书桌？哪个颜色的书桌我都想买，哪个颜色的书桌我都不想买。十七，你想买哪张饭桌？哪张饭桌我都想买，哪张饭桌我都不想买。十八，你想买哪个颜色的饭桌？哪个颜色的饭桌我都想买，哪个颜色的饭桌我都不想买。然后，十九，哪个公园很干净？哪个公园都很干净，哪个公园都很不干净。二十，哪套公寓很安静？哪套公寓都很安静，哪套公寓都很不安静。二十一，你觉得谁当你的女朋友很好？我觉得谁当我的女朋友都很好。我觉得谁当我的女朋友都不好。然后二十二，你觉得谁当你的老师很好？我觉得谁当我的老师都很好。我觉得谁当我的老师都不好。二十三，你对看哪个电影有兴趣？我对看哪个电影都有兴趣。我对看哪个电影都没有兴趣。二十四，你对租哪套公寓有兴趣啊？我对租哪套公寓都有兴趣。我对租哪套公寓都没有兴趣。